可以穿到 XL 没有问题哦 ，S M L 到 XL。好，那这款穿起来真的，它是两感棉料，然后它的棉料是可以近给大家看一下，螺纹的，完全不透哦，拉开给你们看，真的不透，因为我里面是穿小可爱黑色的，超凉感。然后因为我觉得很少凉感肉体，然后领口的话，大家最喜欢的三穿领口，正常领穿就 OK， 可以搭个外套，斜肩穿也好看，就掉一点这样子。刚刚有人问说拉一支绝对没有问题哦，肩宽的人拉也可以，肩小的人拉也 OK， 它不会整个滑下去的，就是它蛮。真的蛮神奇的，然后再来就是它腰的地方是松紧的，松紧裤头粘在一起夹两件，穿出去超级轻便的，然后有口袋也很重要，这个春夏必备。对，而且我跟你们说必备，然后跟你们说小资女孩穿起来也是可以的，我们萱萱是155公分，而且我是穿平底鞋，对平底鞋，对，就是这一款是去年真的非常热卖，那今年的材料上有改良过，所以去年有买的人觉得好穿，今年要再买也是没有问题。来关灯看颜色，不同的面料，我都你们如果跟我们一阵子就知道这个东西哦，像这种东西哈，它又是质感好的，这我们之前在卖绝对都600多，差不多6.85、6.95左右。对对，没错，最便宜最便宜，然后64多，对啊，啊今天只要520哦，520各位。对，有喜欢不要错过，真的。对，超便宜的。然后跟你们说，扣子是整个排扣可以打开的，但它就是下摆是蛮垂坠感的，所以它不会让你崩开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下面你可能想要有点小露腿的话，你可以自己解个两个扣都没有问题的，穿出去非常的方便，而且穿起来就是这样子。修饰那个臀部跟大腿的大腿对地方，我身上的灰色，它的灰就是这种灰色，就蛮有质感的一个灰色系呀，不是那种很休闲很休闲的那种浅灰色。哦，那萱萱穿的这个是有点藕粉啊，但是又没有很粉，嗯，藕粉藕，这颜色很难定义啊，对，反正我们就定为藕色好不好？藕色好不好？但有点藕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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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感觉，藕性藕性藕音藕音。有哦，好，这个色系其实就是反正就是春夏的色系，性色也蛮亮，比较淡淡的色调，对，柔美色系。